会同商界同埋劳工界携手，为传承我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啊，但同时也可以，我觉得这个利用这个节日呢，那个文汇报它是，就是历来就是一份爱国的报纸，啊，爱国爱港的报纸，这个立场是很鲜明的。另外呢，我们也是中央政府支持的一个媒体，啊，因此就是说要跟着中央政府的方针和方向来走，这个也是很坚定的。近年来，香港文汇报在新闻报道、策划、采写、版面设计以及新记者培养方面都在锐意改革，取得显著成绩，获得各方的认同。在全港新闻界公认的最高评奖香港报业工会年度最佳新闻奖评选中，连年获得各类奖项，获冠军奖的数量和各类奖项的总数均居同行前列。香港文汇报总发行量在香港各报中居前列，每天除在香港、九龙、新界的各销售点发售以外，在分布广泛的大型超市、各大酒店、航空公司、轮船公司、巴士公司、各交通要道的口岸和300多间学校等等，都有当天的文汇报发售。文汇报也是最早获得中央政府批准能进入中国内地发行的报纸之一，每天清晨即空运、陆运直达中国内地30多个省市、自治区的主要城市，当地读者均可即日阅读到香港的报纸。